是安怎毋着甲阿公讲讲安尼啦？无啦，哪有安怎？真正无啦。什么无啊？什么无啊？阿金离开村遐尼济工啊，伫迄只，搁甲你困共房，你敢讲你无安怎？嗯？姨妈，你听我解释好无？你毋免解释啦。你无对阿金安怎啊？鬼才相信啦。阿金即摆哦，人是安尼茫茫渺渺啦，啥物你嘛毋知影。山圆地扁哦，拢嘛由在你啦。哎，啊，山圆地扁哪有啥啦？阿娘，我要甲阿君仔睏，啊，若大肚，裤大煞免底三寸哦。无啊，你是咧唱山歌啊？哈？嘿啊，迄万地查某拢嘛安尼咧相抱的呢。拜托一下哈，阮家的代志甲你无伫代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美玲啊，莫遐尼激动啦，家兄啊哦，绝对袂安尼做啦。等，嘉欣，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叫嘉禾吗？对呀、啊，我，哎，不对，我是嘉欣啊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会儿嘉禾，一会儿嘉欣的，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我的本名叫嘉欣，可是，在秀琴眼中，我是嘉禾。嗯，我来听拢无啊。你是秀琴的翁诶，啊，你是秀琴的阿母，啊，伊就是你的囝婿啊。嗯，人丈母看囝婿是愈看愈意爱，啊，你对这个囝婿敢足袂爽快的？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你甲秀琴哦诱拐走的对无？嗯。怪不得那天晚上，那秀琴躺在我们家门口，原来是你这小子拐骗她。不是啦，你们听我说好不好？你讲你讲，跟讲。秀琴把我当成嘉禾，我就冒充我大哥的身份来陪她。姨妈，那这件代志你嘛是知影呀？嘿呀，我是知影，啊，不过你嘛袂咧参准路啊，目睭放客客哦，去前面遐门路啊，哈。我无啦。啊，你搁甲秀琴困斗阵？秀琴跟阮阿兄订婚，算讲是阮阿嫂，我哪有可能会跟伊？啊！秀琴是你大嫂，你这孩子你也做得出来啊你啊！哦，啊你唔着妖怪唔惊锤，妖怪无少面底皮，啊你实在哦！我来噶，妈，我跟秀琴是清白的啦。我才无咧相信，吼、哦！啊恁困到底困假啊？对啦，姨妈，我讲正经的啦。秀琴，我连卡都唔敢卡。美玲啊，家兄安尼讲的哦，拢算是真实的啦。啊，你若讲唔相信哦，等医生在这个所在，叫医生检查看卖。检查？我可不是妇产科医生啊。免啦免啦，我自己就要查清楚啦。我来讲啊，我若查到吼，我先甲你，你莫怪我，我无甲你警告哦。你离我阿庆较远嘞。双手抱海里，才知父母情。双手抱双孙，无手通咱困。